大海退潮了啊，我又来了，今天带大家来抓海鲜了啊。哎，露着两个小眼睛，发现了啊，一个皮皮虾的洞啊，皮皮虾在打洞。我们现在把它收了啊，收了啊。哇，活的皮皮虾啊，皮皮虾，我们走，带你去找男朋友啊。收了收了，小文蛤，应该是小文蛤。哇哦，不是，花蛤。收了啊，小花蛤，再找找。哎，发现一个毛蛤啊。收了，太小了，我们嫌弃。我们继续找啊。哎，发现了一个小鼓包。小伙伴们一定要记住啊，在大海里发现小鼓包，并且看到这个小天线的时候啊，有着小天线的时候，这下面就是一个大货。挖起来看看啊。哇、哦、超级大的一个毛蚶啊，今天收获好大，我们把它收了啊。哇、哦、这好多年才能长这么大。发现了一个贝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应该是天鹅蛋啊。哇，超大的天鹅蛋，收了收了收了啊。